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向支持个大家好。本星老师高赞，吕姐高赞，各位朋友大家早安。咱本星老师啊，足辛苦的，为万里安尼千里迢迢吼，搁起来家己开车安尼起来吃吼。啊，你唔通讲你老人呢，干那头毛白白尔，拢无老。无甲千里啦，百外公里。迄个王董的，我甲伊讲千里迢迢，讲算算也嘛无咧。迄千里迢迢，迄个表示讲哦，这个真远的，真远就对啦哈。对对对。嘿嘿，啊，咱的文星老师呢，讲伊认为讲伊老，那伊才讲老咧，咱拢还袂老呢。无啦，外形哈是较老啦，不过我时常甲我的心哈定伫我高中一年。十六岁嘛，哦，嘿，我嘛是啊，我呢，你想讲我即马七十六岁，我呢五十年前，我定喺五十年前，我十六岁，迄阵我嘛十六岁。迄个陈美珠老师讲，伊家遐过遐岁吼，寄伫银行，嘿，对啊，对啊，无利息。嘿啦，咱都家寄遐呢，逐工安尼心情足好个，安尼在过就好啦。咱台湾的老人哦，其实哦，无理由讲伊心情无好啦。你看咱台湾我自由咧，七十几岁、八十几岁，拢要出来选总统，要选总统的，拢一定拢安尼七八十岁、八十外岁要选总统的，要选啥的，要选立委的，要选啥的安尼。是啊，哪有老人的问题无嘛？较早我捌听到迄个柯信良伫咧讲，我支持人，我囡仔国民后，我立志要做台湾的总统。对啊，伊即摆马哥在拍拼。伊毋知是第时阵要做蒋总统无？哦，伊阵阿伊阿公蒋总统都温死伊，因为伊要做蒋总统，要把蒋总统干掉。我记得咱囡仔是，甲迄个蒋总统这三字是当做一个职务啦。对，嘿。啊，伊不，咱囡仔是唔知讲蒋总统甲总统有啥物无共。哦，迄阵阿人去总统府去迄落，迄阵阿已经李登辉做总统啊，哈。啊，去总统府啊，迄个机啊嘛是麦克风也嘛，手啊伫遐咧跪来，求蒋总统救救我们啊！佫有这个场面出来安尼，所以讲咱台湾的老人哦，有时啊讲哦，毋是食啥穿啥的问题啦，一领衫穿几啊十冬拢袂烂咧吼，拢袂破咧，毋是较早迄落蒋介石后安尼国民党初来的时阵资源拢伫因遐，啊，结果咱大家拢穿啊。肩胛头嘛在补，脚头乌嘛在补，脚床被嘛在补安尼啦，穿甲安尼补丁安尼吊挂安尼，即嘛袂啊，大家拢一领衫安尼几百块啊，都穿甲袂记，拢袂破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咱啊，文星老师，你还佫有甚物不满嘛？无啦，你若对生活内底每一工伫遐不满吼，嘿，这款其实足歹过。对啊，所以讲，咱大家大家拢起毛之意啊。所以我时常会讲阮师傅哈，伊讲你若早起是起来以后哈，啊，咱唔着去刷牙洗脸对吧？洗面嘛哈，啊，即嘛头前一面镜伫个头前。唔当面镜做咧，佮做感觉。无，唔是，我有一个功夫哦。我即嘛就面对镜来对我，甲我。叶文生，我是世界上上好命的人呢，哈哈哈哈！所以我时常做这款代志，就是讲，不管咱日子好过、歹过，早起是透早一起床以后吼，给我家己一个能量，对，我足欢喜，好咧，家在我也活咧，唔是滚滚就能走去，啊，所以起来以后，哦，感恩天，感恩地，感恩众生哦，我这生命还佫伫咧。是，嘿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咱感恩你行起来，你讲哦，迄落我应该讲啊，够早，顶门啊，够早，哎，笑一个吼，袂遐歹啊。我都爱安尼想啦，吼。是啦，其实咱要过什么日子吼，对，拢咱家己的
个性。嗯，对。我、哦、个性呢，较开朗嘞。个性会影响到命运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，所以我若较开朗嘞，哎，我今日足好过。虽然咱食唔免食好，啊，穿嘛唔免穿好，啊，出来咱就买诶300块，唔免提30万嘞。诶，包包啦，哈、哦！300万的人就在干啊，500万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迄是迄个副总统，迄、那个吴大吴那个什么大吴大长公主在在拍，拢几百万的。对，咱卖去改币嘛。嘿，我都有看下无。哈、啊，啊，简单就好啦。啊嗯、我这环保袋拍，我四过去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所以，所以。我今日要讲就是讲，你唔知我的心啦，是是是，你把咱伫外口看到，哎、嗯，一尾鱼伫这个水中吼，点啊收咧收咧，哈、嗯，啊你甲看，一只只啊伫天顶咧飞咧，不、嗯、啊，足自由的对不对？嗯、其实咱唔知啊，一尾鱼，一尾后是不是一尾比较大鲨鱼？嗯，一只只啊，是不是顶管过一只一个？老鹰啦，腊肉，你讲腊肉，腊肉，诶，腊肉啊，有人讲腊肉，啊，我是讲腊肉，哦，迄种比较近，就是妈妈安尼教，就是老鹰就对啊，老鹰就对个，妈妈安尼教咱安尼讲就对个哈，所以根本咱都无去了解讲到底这尾鱼伊到底是快乐不快乐，因为咱钓袂到嘛，咱唔是伊嘛。对对对，啊！伊一只鸟啊，伫个天顶飞飞，咱看起足自由啊，吼、嗯、啊！啊，没什么艰苦啊，那有糖好食就好啊。对啊。嗯、啊，但是咱唔知伊到底背后有啥物恐怖的代志啊，啥物危险的代志，咱根本拢唔知。对。啊，所以咱无法度去要，伊的生活到底是真快乐，还是真痛苦，咱无法度了解。对对对。对对啊，咱做人伫这个社会嘛是同款啦。嗯。啊，我嘛是常去拄着这款代志。啊，就是讲、嗯，有人甲你讲，啊，你到底变什么梦？上好是变梦。这你了解啦。哎、啊，变梦都够一嘴嘴出去通好食嘞。哎、啊，对。你到底咧变什么梦？啊，是安尼，食无用要创啥？嗯。啊，根本你唔知我咧做啥。嗯。你唔知我咧想啥？你唔知道我做嘅代志是我安尼真有意义的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有人想讲，啊，你日头好过好过就好啊，你现在要去买啦。嘿。哦，敢那像敢那讲，我伫脸书顶关，啊、嗯，啊是伫个赖顶关哈。嗯。我那去看到，就今仔去早起啊。嗯。我咧去看到一篇，得得得啊，诶讲法啦哈。啊，伊是讲台湾哦，有这个。伊讲看到一个邮差送一个包裹来，啊，就叫一个阿姨，哦，老老的啦，叫伊讲，啊来，你我送这个物件来，啊，你签收一下，我签收就爱过什么印啊，过有诶无诶物件嘛，吼，伊咧讲这件代志，啊，迄个尾啊，伊这个人去发现这个诈骗嘛，诈骗啊尾啊去甲挡，挡起来以后，迄个人走去以后，就拍开来看，来两玻璃咯。我你讲，伊的主题，就是讲台湾的诈骗集团这么嚣张，对，哈、哦，啊，台湾是安那安那都安那，我伊个是伫咧讲，一个人出来讲嘛，哈、嗯，啊，有拍字幕的，拍字幕的，啊，我甲看这字幕，对头到尾拢是用简体字，好、哦，尾后我伫伊家落甲讲。你这就是迄个抖音啦、啊，嘿 ，TikTok 啊，字啊，啊 ，TikTok， 伊，这就是一个先啊文嘛，对，哈、哦，啊，一个咧讲哈，伊即马叫对方哈、啊，要收这件邮件的人，你就搁摕你什么身份证件啊，签字，啊，搁伊讲双证件，嘿啦嘿啦，啊，就去创一个刷卡机啦，我就甲伊讲。咱台湾的邮局服务无遮好啦，后即种刷卡机佫早出门，你嘛甲你刷卡。啊，我著签一个字名就好啊。对啊。啊，根本你若像我一般来讲，我收挂号对哇。嗯。我嘛签字名，身份证嘛免啊。对啊。好、哦。所以这件代志我甲你讲啊。嗯。这是假讯息。嗯。第一咧，伊的义务拢是
简体字，对，就是第二，但呢，这个邮局，服务不较好，佮用迄个读卡机，所以拜托你，你拄着这个假的迄个消息，拜托你卖传出去，是，你是。就判断了，就知道这是假的。对啊，因为中共哈，伊即马因为伊要趁乱啦，形势越乱啊，对我们越来越好了哈。因就是讲哦，因咧家格内底哦，有几啊万个哦，拢伫遐咧做这个网上的迄个攻击台湾。伊若讲，伊若一做的消息哈，若是讲有攻击到有几件有效，伊就会当减免伊的。伊的迄落刑期就会当提早出狱，大家嘛拼死要来拼台湾，要来攻台湾。不管用什么款的消息，拢同款，就是迄监狱内底吼，训练一批遐的人伫个遐，互伊做做咧，有成绩咧，拢会当提早咧。啊，过来因军中嘛，军中训练安尼几啊千个安尼，拢坐上班就坐电脑机进前，就伫遐攻咱的迄落台湾的国防。是啊，基本上我是感觉呢，这个国家不正常。啊，不是不正常，迄不是国家啦，迄土匪啊，酷啦，因的头目吼，较厉害，硬当吃全世界安尼。伊不正常，就是讲，伊即卖用真好的科技，你摄影啦，吼，摄影啦，吼，这个物件，这个。把人的制作假消息啦，人的这个行动拢甲你控制掉掉。对，我是感觉这是咱人类的一个灾难啦。对，这灾难就是讲，你若把咱好的科技用在较正面这方面来改善。本来科技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，要互全世界人互咱提升安尼。是啊，你敢若想讲，两三百年前，这个工业革命哈，伊即卖用只机械来改善人的生活。对，咱较早敢那讲，就我伫咧乌托来讲，我一天乌可能三粒五粒，即涂刷。啊，即卖用卡拉车来睇，两分钟就解决了。对啊。啊，即个也是讲古早咱，我伫咧做田，啊，伫咧挂吊啊，挂吊啊来讲，九个人、十个人，一天挂五千斤，五千斤。啊，你咧，咱即卖割稻机嘛，挂掉机哈，挂掉机你十五分钟。落去安尼，顶边我去恁遐嘛是两，迄落一枯残安尼，无偌久就安尼撸了了去。半点钟就拢解决啦。嘿啊，啊你若要请工人，爱请偌济，你得爱搁煮点心互伊食，煮三，搁互伊食三顿。是，所以好的科技，都爱去改善人的生活。不是来控制人，对，所以有较可怜。无，因用迄落高级的科技吼，用即马现代化的科技哦，运用伫咧台湾，运用咱了拢足好个啦。啊，无伊较早伊哪有法度讲哦，用迄落 AI 啦，用啥啦，安尼来进入台湾？是啊，所以我今日主题讲，你唔知我的心，其实咱嘛唔知伊的心。对，伊习近平到底在想什么代志？伊头到底在想什么代志？哈，伊那边做，你做者头人无唔对哈。你若讲甲边下的人，甲你下下官员，大家拢好，拢好好来斗阵，好好来，好好来，建立一个这个用国强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和世界的迄个国家拢，大家拢要亲近你。啊，拢要安尼对你投以安尼感激崇拜的眼光，唔是啊？你死过安伫地球上安尼兴风作浪啊？其实咱时常伫即、這个网络顶端吼，去看到因中国什么古寨，什么敦煌啦，吼，什么山啦，还有贵州有什么甲天下哈，山水甲天下这物件，其实向真好物件。对啊。哦迄自然的心态，你若像我甲这真好诶物件，互全世界人拢了解，我就带亲戚朋友来遐观光啦。哦，看到遮好诶物件，对，迄就不啦，遮大身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你著趁遮侪钱，啊，互其他诶人、其他国家诶人来甲伊眼光
放较快，开快嘞，哈、哦！啊，对你，你得趁钱嘛，哈、嗯哦！你莫去想讲我要控制规个国家，控制规个世界，我就是要做。你讲上帝嘛，要让上帝做主笔的呢？我呢，伊要做地球的球王，地宇宙宇宙。宇宙王啊，唔知咱都都想无，伊咧做，伊咧想啥啦？干那干那，像我对只讲啊，你唔知我的心，嗯、我嘛唔知伊的心。无，伊即卖伊拢知影你的心。你看咱遮，哦，有人迄落动算的时阵，伊就送迄个手机啊，七八支安尼，或者个当选的人哦，讲啊，你安尼恭喜你当选啦吼！啊，这什么书记啦，什么碗糕啦吼，组长啦，啥拢送迄个手机啊来，互你用免费的。啊，即马你的迄个公车吼，拢甲你装迄款的迄个顶悬的报字幕啥的，迄拢免费的，拢送你安尼，人伊偌好咧。伊运用甲拢安尼得心应手啦。其实人甲人的中间吼，卖伤过复杂，嘛少个复杂。所以我时常个甲我学生讲吼，就是讲你今仔日来学这个乐器，来要你要唱歌，咱有缘、再做同学嘛，是是是再做同学啊，大家到点来学习这个这功夫。你是不是要大人互相斗相共？对，吼、哦，我较有天分的人，伊较无天分，伊进度较慢。我若加减改斗三工一下，吼、大家人互相斗阵成长嘛。对，吼、哦，你莫点啊争，咱唔是像普通伫学校讲，哦，我考第一名，第一名干一个嘛。对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人讲上艰苦的第一名占第二名嘛，人家点啊争嘛。啊，我今仔来伫，不要算来第二名、第三名，我今仔做好过。哈哈哈！也做好贵啊！每一个人快快乐乐去上课、对啊。啊，唔免点啊钱。你钱赚袂到，实在讲赚袂到，那是你的，就是你的。人上有人呐、啊，天外有天呐、啊。安怎讲呢？就是讲哦，功夫哦，你爱展出你的迄个上优美、上好的迄面安尼。啊，大家看到你安尼，哦，来跟你学习哦，你嘛讲足愿意讲从我即马学到一寡迄个技巧安尼来跟你分享安尼。好、哦，大家会当共荣、共同繁荣嘛。哦、啊，你若讲哦，伫遐咧争争，迄个无好，只无人来争。是啊，是啊，平常时吼，咱结交几个好朋友。对。哦，啊，那一般般，哎，无该爽快的时候，有点啊无助的时候，我拢爱吃晒的来你遐开讲，来饮，我就要饮茶啊，饮酒对吗？对对对，哎。甲迄、个较有做较无好诶物件，爱偷偷诶。是是是。啊，伊了就真好过，卖点啊钱来钱去。啊，我我甲你做朋友，毋知甲我害啊未？吼、啊！伊毋知有甲我讲我诶歹话无？啊，你若规嘴，哎呦，毋知是要来甲我借钱无？啊，想遮侪要创啥？啊，其实。你讲要破白做朋友，唔免啦，就是讲啦，大家互相尊重就好。后来好起你好，我嘛好安尼。有时啊，你讲哦，咱也未晓原谅对方哦，迄是惩罚家己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是。在糟蹋家己呢，啊，咱就安尼，该小缺点，咱就该安尼改就好安尼。啊，应该要向头前看安尼，讲咱来遮做阵做，甲老师学习的时阵哦，咱会当讲从这个。这个武艺哦，这什么？那手艺啦，遐种你的歌艺啦，我是讲当作功夫啦。哦，这个功夫啦，吼。敢那是武术吼，这几款的功夫。嘿，安尼，可以安尼，安尼愈来愈悬安尼。啊，一般来平常时吼，咱唔免去，因为你了解吼，我那是去互人误会，会足艰苦。对。对啊，大家人拢同款啊。因为你唔知影我要创啥，是，啊，你唔是我，你唔是鱼，你唔知影鱼到底是啥物状况嘛，啊，所以尽量卖去甲人误会。那我就直接问你，文学老师，你今下要创啥？我怎么伫这个黄昏在这个开讲？啊，你耍嘞？你准备要创啥？啊，
不然你不要像法官啊，拜托的。咱的生活放较轻松嘞，对啦，对，较轻松嘞啊，好过好过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唔免讲将家己安尼很光安尼安尼，你也无要徛起来要来做总统啊，你也无要选总统啊，吼，对无？是啊，是啊。因为咱台湾哦，有一个足无好的迄落。八十几岁老查某，八九十岁啊，搁千，哎，有影千里几啊千里，条条坐飞轮机、坐包机转来吼。哦，我将在此安尼，拢想哦，这个八九十岁，这个九十外岁啊，伊搁要起来要搁将在此啊，想哦，我才八十外，伊九十外岁都安尼，我八十外岁尔，小 case， 我嘛来甲伊拼安尼。本来唔知这个人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啊，即马最近讲，听讲唔是最近啊，听讲伊一百零六岁时阵都哦，即个我知。哈哈哈哈哈！伊都安尼不幸吼，啊蒙主重召安尼啦，啊是讲伊迄个该退休该将啊安尼啦。我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咱啊这个咱一路安尼在行来安尼哦，咱的年龄有几啊种嘛，讲日历的年龄嘛。哦，啊，你心境的年龄嘛，啊，你体能的年龄嘛，啊，佫足侪的年龄啦，都看讲你家己安怎来选择你要行的路，才有你安尼上赞。你上赞哦。本来你若莫想伤济吼，我安尼放较轻松咧。嗯。啊，有人咪甲我讲，哎呀，你即马食老，你变哪过去啦？啊，你都还袂老咧，老大来讲。简单啦，你。食较歹咧，对吧？食较歹咧，蛮真歹。食较歹咧，啊，哎，伊来得过就好啊。嗯，有通食就介欢喜啊。对对对，啊，你赚这侪钱，嗯，是要创啥？老的遐子孙点啊过来过去。对啊，系啊，番薯啊，往种安尼吼，有时啊滚番薯汤，有时啊煮番薯饭安尼。啊，佮我佮讲倒转来吼，即个阮伫念歌有讲到一个做米线湾啦。嗯。米线湾即个。这个故事哈，大概就是安尼，一个这个啊，伯伯就是讲大家，大家目睭无看嘛，目睭无看的哈，啊，伊这个新妇足友好呀，啊，新妇足友好，啊，新妇拢好的物件，拢和这个大家吃嘛，啊，有一天伊就煮一碗米线，煮两碗啦，煮两碗米线哈，啊一碗好婆婆吃，啊一碗伊家己要吃嘛。啊，到这时间吼，有一个隔壁一个，你讲三姑六婆啦，啊，一个隔壁一个阿伯丈，都来北京去讲串门子嘛，贵家哦，贵家来开讲。啊，贵家来个啊，系啊，即马三个人米线两碗。啊。都伊都无通好食嘛，无通好食，伊阁看咧有面线咧，阁想要爱食，阁无想要走咧，哈，啊阁想要食，阁唔敢讲，你知道哈？唔敢讲，啊尾啊，即件代志过以后，伊都想要食，阁食袂着，啊，食袂爽诶，啊，就新妇无电视去甲因大家斗。五四三去讲一挂有诶无诶啦，讲负面诶代志啦。诶，去甲讲因两个大家新妇诶代志。嘿啦，嘿啦，三姑六婆啦，唯恐天下不乱啦，长舌妇啦。讲到尾啊，就是即个伊甲新妇赶出去。哎呀，好啊，啊，就因为安尼，就有一个故事叫做米线湾。好啊，即个代志是安尼起因呢，就是讲即个大家听人讲。爱就去误会这新妇，所以这些故事，真咱这个社会上，就思想发现，嘿，是像我这个物件，就是讲讲，其实别人唔是安尼想，伊无迄个心，但是你去误会，对，去误会，啊，对方佫无法度去解释，就爱变安怎解释，安尼引起足真侪这社会人间的悲剧，所以咱知影就是讲，我若去互你误会吼，我会足艰苦。佫讲袂出来，干那坐椅仔去夹着起啦，对啊，背起唔是唔背起，啊，佫下到第四件，系啊，啊，所以咱了解讲，我若去误会人，迄个人足艰苦，
啊，你若去犯误会，你嘛足艰苦。是啊。所以咱尽量莫去讲人的是非，哈，莫去讲人的是非，因为咱所知可能唔是真正的。嗯。所以讲戏剧内底拢定讲，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呐、啊。是啊。你是讲吴俊良讲的？我第一啊！吴俊良，我第一拢跟你讲。吴俊良最厉害。系啊，这个，伊讲的，伊很好听，还够道理。系啊，是啊。所以其实咱咧看戏内底，爱去甲学一寡在做人的道理。啊，咱做人就简单啦，我日来滴过就好啊。对。啊，麦去。功能属于啦。我感觉文心老师，你想了不起的，就是讲哦，你安尼，准讲退休了后退而不休安尼，啊，你阁有法度转换场景，哦，你本来吼在做这行的，啊，转换一个你完全轻松的这个音乐的吼，啊，这音乐你阁来行伫这个讲咱传统的这个。这个真优雅的，咱的这个什么，这个叫咱这叫月琴嘛，哈，月琴啊。嗯，有人讲月琴，有人讲月琴。哦，因为我唔知影，我知影月琴啦，哈、嗯。啊，过来安尼，啊，你阁有法度安尼收遐济这个啊同学来甲你做阵学习安尼哦，啊，你阁这样有耐心安尼甲因教教呢。迄天迄个去迄落芭蕉树下芭蕉树下音乐会的时阵哦，我有影足感动呢！哇，安奈遮济人，啊，大家拢会弹会唱，啊，拢去你台顶啊，一百一落的，你拢有法度去连接做迄落啊，去家己弄家己。我嘛真感谢。你话那做母鸡可以？不啦，我真感谢这些同学呢，因无气嫌呢。啊！伊个欠讲啊，老师这个五音不全呢。你唱伊全也无全，去你唱了足好听的就好啊。其实咱台语的迄落唱法，甲因迄落拼接啦，吼，伊啊伊的伊的落迄落怪声的啦，吼，迄完全无同款。哦，咱着台湾人着唱迄落台湾唱法安尼。啊，所以讲迄天我回来吼。几落工呢？我还搁在想遐一场一景了呢。所以平常时我伫咧上课时，我会甲你讲啊。嗯。咱即马台湾人的台语素养无讲真好。对。所以咱即马伫咧念，尤其真侪物件拢是古早话。对。啊，唱歌过去，互迄落北京语扭去啊。嘿。咱念的歌词内底真侪古早话哈。嗯。啊，你即马人听较无。嗯，听较无来讲，所以咱我即卖也去学生哦，咱伫咧唱歌的过程内底吼，速度放较慢一些，放较慢一些。啊，佮伊，陈秘书老师时常甲我讲，就你假字，伊讲假字啦，啊，阮即种假字，哈，哎，较清楚咧，较清楚咧，吼，啊，听人听较有。对。哎呀，啊，你的音质好歹，迄是讲你家己的可能，佮你有天生自然的，你的。音质安尼，好啊！像迄间迄碧珠同学，你看人伊音质很好，哦啊，较悬的音伊嘛有法度唱起来，啊，有个人观音都唱袂起来啊，啊，唔是讲观音唱无起来就无好，低音有低音的需要嘛。这无啥要紧啦，因为每一个人无啥共嘛哈。对。我的条件，你有你的条件。对，啊，就合作会。欢喜就好。你管他三重唱、五重唱、九重唱也没关系。欢喜就好哈，那个咱老年的这个时代哈，你那过好过较欢喜的。莫有啥物烦恼，安尼就好啊。对啦，啊，搁将咱的台湾的文化安尼，改，然后一步安尼，甲流传落来，安尼，这是上好的。对啦，文化是搁另外一回事啦。对啊，咱家己生活靠过咱边啊，是较快乐的就好啦。即个亲戚朋友，大家交换一过日，安尼就真好啊。人生嗨嗨啊，快乐就好啦。所以我今日讲就讲啊，你唔知我的心，啊你。卖时常搞我批评，我批评是爱你成长啊！你爱讲批评是爱你成长啊！你对对，你啊你讲的代志，你都讲谢谢指教，那是对的哈！我也接受。谢谢指教。啊时常咱叫人误会嘛，因为我唔无迄款意思。无啦，伊误会咱的时阵，咱嘛该谢谢指教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嘿。啊，安尼，啊，咱老师今仔日同款继续迄工的这个乞食开业段迄段啦，吼。是。
我今仔日迄个包包无扎着，哎，无紧嘿，无扎着啊，今仔用手机啊，来，我小念一下哈。伊个查某诶，夜段伊就嘛，即个查甫讲，什么枕头底面落蚌丝，哦，就歹听。啊，即个查甫伊就讲啊，哈，为你胜利加失败。你讲我无甲你开，即说来讲开开查某嘛，哈。今日和你来决赛。等他下日你就知，等他后拜啦，后拜就知。我是讲后拜，有个人讲后盖，用白日啦，你就知。等他白日啦，你就知。的意思讲，有一天你就知。你若食到这个火，你就知。啊，我即马先清唱清唱啦，好。丹达拉里得兰达丹达达拉兰丹，为你胜利加失败，你讲我无甲你开，今日和你来决赛，等待一日你就知。丹达拉里得兰达丹达达拉兰丹。哈哈，我进度慢伤济，就是一边一拍吼，简单简单。啊，恁若有兴趣想要学吼，咱再慢慢斗阵来研究安尼。啊，你着老师有 FB， 啊，你若迄落是着点老师的 FB， 甲老师啊做伙来共同来研究啦吼，安尼较好听啦吼。好，来啊，即卖用唱的啦吼。失败，你讲我无甲你开，明明予你来比赛，但害你你就知。啊，安尼了，嘿，啊那遐紧，哈哈哈哈哈，好听的歌，说这个就过去啊，因为我即马。就你第一句来讲哈，为你胜利加失败，我是用两拍时间，啊，有的人会唱用四拍时间，加失败，对，哎，哎，出师了哈，我真意外嘞，对，所以，我伫咧念歌，即怪异哈，怪异调哈。甲时间无共，时间一拍就一拍，两拍就咪固定好好。啊，阮即足有弹性。拄好牵起来，你就需要迄个当场的需要，就牵起来就。对，看当场的气氛啦，嘿。无唔对，哈！你看，加失败，听起来较好听。嘿，较好听。啊，但是即马。啊，叫小妹啊！叫小妹，对。嘿啊！小妹。加失败。嘿，免看起来。免个，因为我情绪足高涨啊！我第一派我嘛，对你，我嘛足派。小妹唔捌输的啊！啊，就是啊，愈唱愈紧，愈唱愈紧，啊，看谁人较派。哎，好嘿，啊，咱今足感谢咱文生老师哈，啊，咱大家互相甲同学做伙哦，咱拢会咱互相上，叫做斗三工啦，斗小工啦。予伊咱的这个功夫愈来愈好，安尼，予咱文生老师呢，安尼坐啊，安尼，啊，你无嘴手啦，头毛白头毛缩缩的讲啊。我唔是无嘴手啦，嘴是剃掉。你安尼头白头毛缩缩的讲啊，终于有结果了，安尼，看我的这个学员，大家拢这优秀，这敖唱，安尼，功夫这尼啊好，安尼啦。我是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哈，大家能吃。有年纪啊，以后大家拢诶，每一工都真快乐过瘾安尼啦。对，嘿，啊，咱九十几岁也可以，我将在此啦吼，大家拢将在此。好啦吼，感谢各位。好，多谢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，会记得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